我的好像没有正常叫。那现在都习惯叫一声了。对啊，为什么？不知道，12:23。它有动吗？有啊，正在动。等一下，我看。卡片也很好，然后他说现在是插电状态。我觉得我要想个办法练这边，不用特别啦，就是每天就爬楼梯，爬楼梯子弹带练到上面，没有侧边，但是那里也很重要，那里维持住，不用不用那边啊，哦。麻婆豆腐不会像什么豆腐，就有一种
车，你知道后面有哪里？这里。对啊，不是上面那个红，就是下面那个红。这个吗？六号吗？应该是上面那个红吧。我们还没拉过。还是是那个黑？下面那个。Olympic 在这啊。对啊。所以它在它下面啊，是一个。那就下面那个黑，下面那个黑。因为上面那个红是红的路，上面那个红是一定要过的路，所以是下面那个黑封闭。哎，他写什么 free wifi？ 我拿出来抓抓看。那车上哪有 free wifi？ 骗人。那可算是创举。有个什么 FS030W 什么鬼的，嗯，西武 Group 看不懂，这个信号一直都在，啊，只是不知道怎么用，欸，不是这种东西吧，还要跟 Hotel Staff 要开这时他真的有照。哦，这是那个西武那个棒球队那个狮子的蓝绿色。所以，我拍呀。王子嘛，王子是不是？哎，这台比较可爱啊，来不及了，来不及了，下一台，来不及了，没有，这台比较可爱。它有不一样吗？有。它是很多爱心，它刚刚很多爱心。那这台就没有了，太高了。这还是没有，刚才那个手刚那样那么可爱，这还是很可爱啊！太容易拍耶，因为爬得很厉害。原来是那个蓝绿色。
拍，选拍照红线。对啊，你告诉我哪一个？下一次上来，你帮我跟欧昆明拍一张好不好？那个反着吗？对啊。还会再坐上来吧？会啊。我们现在是滑到底，然后就直接坐陡坡了。还是要去四分点。哪里？那个小黑黑。不要，刚刚那个好累。无聊哈。Olympic 比较好，我喜欢斜度，但是不喜欢那个。那就一样是狗多了，第二次才是 Olympic。好的。好，哪边？这边太平了吧？对啊，是斜度。啊？好啊。这里环一圈的话，全都是白白的树。你说环境，拍拍背景，拍拍环境，拍拍的。是不是在下桥？没有，没有，是树上掉下来的。水没有很深耶，是没有办法很擦的下去，擦不到底。有点冷，有点冷，手很冷。来，啊，你是要帮我拍啊？不想露脸了，太冷了。那你嘞？那你嘞？好，我也来。你等下怎么拍？你就按拍这个拍。你刚刚怎么帮我拍的、啊？横的拍、直的拍都有。哎、欸，动到了相机。啊？缓一缓，你也缓，我也缓。手会冻僵哎，这里怎么那么冷？还是你不要，我来还。我来还，我要从这里开始还。那很大一圈哎，我的手指。好了好了。太冷了，太冷了，我受不了。缓一个就好。手受不了，手受不了。太阳出来，我快紧张。这里怎么冷啊？太冷了，太冷了。拍个太阳。那你怎么冷啊？好冷。哦，超冷，超冷。对啊，超冷的。我到现在还是整个人要抖抖抖哎。我只有手在冷。哦，全部都冷。你是因为刚被冷到了。嗯。那我吃饭吃到那么冷的。你觉得有一块，有一块斜斜的，又突然一块平的时候，你就去。哦。小，这应该也可以吧？还是这太小？这好像太小了。这里太小了，太小了。太远了啦！
我要从那条线开始录到这里为止，不然我的动作不够。对啊，我根本刚刚也觉得太短啊，上面那个更短，然后你还是等一下，我们在线那边挑挑看好了，先挑好了。好冷哦，这里比较行。那要这里吗？不知道，我们去线那边看看。我怕我在最下面下层，我看不到你。在黄色柱子，黄色柱子那一个高度的靠近栏杆那边，往右边看。黄色柱子是什么啊？底下有黄色保护的柱子。我觉得我拍不到这啊。拍得到。好。等一下，我指给你看。这里的右边不是有一堆红栏杆围起来吗？哪里啊？你就停在红栏杆那里开始。不是一下要柱子又要红栏杆，就是那红栏杆更远一点更好。奥志赫啦，这里你为什么不要？这里你为什么不要啊？这里可以啊。好，第二个黄色的，一二三，第三个。好。
冷死了啦。这条就很远，这个我看黄色是一二三四五，哎五哎，可以到五。好像都在侧滑那种，什么意思？我就是侧边滑，我没有真正用顺着那个。好，这冰怎么变这么碎啊？因为太阳出来一下要走，出来一下要走，下午就会变这样。是哦。嗯。好。算了，就这样了，还是这段还要。你这段还要。我追路了，几乎都看不到你，我太下来了，想要太远，结果太下来了。天哪，而且我没录到。你说什么？我没录到。没关系啊，因为你刚刚已经降到那个面以下，大部分地方是录不到的。对，我看不到你。对啊。我下来了，我发现，奇怪，我看不到你了。对啊。白。天哪，你在哪？哇，这段啊，这段很远啊，你到这应该整个都看得到你吧？对对对。
用可以吗？嗯，我在想我有没有那种高手那种，另外一只脚已经快要这样子的感觉。松的那只脚大概都会这样。对啊。松的那只脚大概会有这种 pose 的感觉。对啊。练到最后都会变成这样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再去做拱多拉吧。那、啊、你做的时候，是你、哦、啊？做的时候你看一下。好啊，好啊。我有帮你录这种坡度的啊。哎、欸，刚刚重复的那几段，我也帮你录一次，好不好？嗯。什么东西？就是刚刚你有录我的那几个波，我再帮你录一次。就很丑啊。没有啊，这种的，我看你现在你都不紧张。不紧张。不紧张啊。对啊，所以就是录几个，我回去比较一定比白马的好。我好比较不冷了，不然我快冷死，很难受。这些，所以你那只要用点力，要我帮你拍啊？一定很丑啊，这一定都吓得乱七八糟啊。对啊，这种一定吓得乱七八糟，冬天都冰哎、欸。
就是乱七八糟的样子。我也是乱七八糟。你刚刚也钻进很里面，又再钻出来。因为那里雪比较多啊。嘿嘿嘿，但是这起码没有困在里面。不会啊，这里是可以轻轻稍微进去一点点，出来一点点的那种地方。然后就摔倒了，我还是比较好了。嘿嘿嘿。而且我刚刚这样震啊，在这里我膝盖会有点痛。西馆有 Family Snow Park， 小孩子玩的 Family 对 Snow Park， 有那个小，就我们前面的那个嘛，魔毯，太小。我说我刚这一段最后帮你录的这里丑丑的，但是我说这个就我膝盖会有点痛。好，那就是要用到力。那怎么办？等一下。啊，没有啊，我只是说膝盖会有点冰凉啊。不知道他如果也变小碎冰，我就不喜欢了。但是还不是。哦，我脚麻掉了。重心比较平稳一点，没有上半身偷转的。
好一点，不过这是不倒的坡。
妨碍啊。你说冷眼，我要怎样破来破那里啊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他就破那么厉害啊。你会摩擦到那里吗？等一下要先拍上面那个吉祥物，对不对？嗯，对对对。先去那边。好。太阳时隐时现。现在我们才开始滑46分钟，47分钟。什么意思？开始录影47分钟。对，你说预计录3小时。对啊。好。中间会休息一次，尿尿跟喝水一次。会吗？哪里？哪里有？如果是12点。东莞吗？不然就哦，哪里都可以啊，南莞好了。南莞。南莞，然后那个。不好喝水的地方啊。那如果是东的话，是东刚刚有看到水喝水的地方。好，那我们去东莞。有吗？你有看到喝水的地方吗？没有，我以为你说有。我只知道刚刚吃咖喱。咖喱有。不行，他说他不是 rest area。嗯，那柱子上面放个什么东西的？哦，他是说你可以把手机放在那，哦，然后定时这样，哦，要么两个人都有，好，是吗？好，可以打10秒跑得到吗？不知道。哎，我们把它插在旁边。你要插着吗？我已经躺在地上了，插不下去就是了。可以。有这么厉害？要用你的吗？还用我的好了。我要跪着，跪着比较。没有，跪着比较轻松。蹲着多累啊！我现在整个人靠在这板子上。我眼镜要不要拿掉啊？你觉得眼镜要不要拿掉？可以啊，你也可以拿面罩啊。一点点歪，你瞧十秒了吗？10秒了。好，可以了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。好的，你再去看看好不好？我的脸有没有对好啊？有吧。因为太大了，而且我还开人像，我跟你讲。你开错了。没有啊，故意的啊。放大一点。再来一次啊。我有我们的雪板欸。有啊，有你的，没有我的。好。
要看可爱吗？很好笑。我好累，我站不起来。还好这柱子够稳。就他一倍的那个还嫌太大。我的照片在哪？这里。一开始太远，然后放两倍大才有。嗯，我是学进啊。嗯，对啊。我头因为 GoPro 卡到，有点头抬有点高。我也有一点卡到，所以我头就放远一点。有点想尿尿。那你要去哪里？东莞吗？都可以啊，我们习惯东莞。这就是奥斯特来的路啊！哦，两个教练带五个人呢、欸，好多、喔，好冷哦、喔。你脚是歪的、啊？没有没有。我还没有好。你的脚是歪的，在我看来，你的脚跟鞋子是歪的。往右边才是。有了。真的吗？真的。声音不够清脆，把东西起来啊！滑下去啦！我去找地方停下来，让你等在那。好冷哦！好冷，好冷！
里录？不用不用，那里一定乱七八糟。我觉得还好呢，这比刚小小段黑好多。一定很丑，不要啦，就下就好了。我也是一定很丑，不然我看着你下。吓人这样，还是还好啦。我们下到线那边吧。这比刚红色滑起来舒服哎、欸，红色那种。因为红色那里已经要冰了、啊。我膝盖很痛，我这个膝盖刚刚滑红色，我膝盖会痛。这个我还不会。对啊。你干嘛这样滑啊？我想这样滑、啊。你可以用弯的，弯到下面就开始滑。谁先？用我先哦。随便啊。你要干嘛？你每次在上面想好久、哦。对啊，我有心理准备、啊。为什么？就下去就对了。有点冷啊。会吗？会啊。会吗？你也会蹲地，屁股也会翘出来啊！你也会蹲地，屁股也会翘出来啊！当然了，我只要安全就好了。那我先下好了。
候你有看到我有站起来吗？我不确定，我就看你这样子下来啊。我就会直直的往下啊，但你都没有哎、欸，你都是 Z 哎、欸。是啊。是啊。你的弯比较大、啊，但是我想要用小转下，我不要用大转下。哦、oh。那我用大转下试试看。哎呀。但是你想要就去啊。好啊，那就去啊。东莞啦、啊、对啊。电视看起来比较新啊，你看那个外观就知道。是啊，看起来比较新啊，哎。你就不放好。我这样子就是趴车，好停，摁。